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tie， 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一支超强眼线笔，它就是 Heroic 的逆状眼线笔。用超强来形容是因为我试用过它之后，发觉它防水、防汗和持久度都是有很好的表现的。而我会用三个不同的测试来展示下它的实力。值得一赞的还有它 0.1mm 的笔头，可以见到无论粗幼线条它都可以很轻松地画到出来，颜色还要很深很实色。一起来看看它会不会挑战成功。第一个回合就会测试它的防水度，首先用眼线笔在手背写字，之后喷水，再用手指和化妆棉搓下它。结果可以看到，我无论是捽它又或是用化妆棉去抹它，它同样是原封不动的。第一关成功过关， Round 2防汗度挑战，今次会去到运动场跑步，又看看它支不支持得住防汗测试了。哇，今天的天气真的热到跑一两个圈已经出到一身汗了。考到上气不接下气回到来之后，我就会用纸巾印一印条眼线，看看结果会是怎样，究竟它会不会甩呢？可以清楚见到它依然没有脱妆的情况，又过一关。来到第三关终极挑战了，这一天就会由早到晚在完全不补妆的情况下，究竟它可以坚持到多久呢？结果夜晚回到家，我就已经攰到眼都红晒了，但是条眼线依然保持在出门口时候的状态，完好无缺。总结三个挑战，它都可以能够轻松过关，跟住落嚟就等你哋挑战它了，用它画出更多适合你 style 的妆容了。